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早上发了点面，蒸点花卷，再用咱们的红薯粉条做个非常下饭的猪肉白菜炖粉条。有好多朋友说咱们的粉条特别难炖，这个粉条是属于干货，要提前用水泡发。这里边有一个使用说明书。粉条掰短一点，吃的时候不费劲儿。其实粉条用两勺泡最好了。粉条用凉水泡口感最好了，如果是热水就把那个劲儿烫过了，口感就欠佳了。今天的面发的非常好。过年到这儿，咱们折过馍了。这年头第一回折了。折透一点啊。嗯，透了好吃。透了不是好吃，透了是吃，是不是拿盐顶了？撒点盐。再抹一层油，蒸20分钟，白菜咱们用手撕，比刀切的好吃。这块五花肉挺好的啊、哦。嗯。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、六层。成六层肉了。现在猪肉没有以前猪肉吃香。切点肉。再切点葱姜。你这不吃蒜，炒菜都不炒蒜。我不吃就不炒。村姜能多切一点。花卷蒸好了。花卷太馋人了。放几粒花椒，烧出香味儿，把花椒捞了。先炒葱姜干辣椒，炒香放肉片儿，说花椒炸一下有味儿香着的。嗯，闻着了。蒸炒变色，放盐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炒匀放白菜，稍微炒一下放水，把粉条放上，炖15分钟。好，你在那儿干啥呢？等你姐姐了。
你今天方向他自己就回了。糖勺，太烫了，我的。吃馍。可能是没有粉条最好吃。吃馍。好吃完吗？嗯。好，光要糖了，要泡馍了。馍馍，这白菜多吃点啊。嗯，要泡馍了。泡馍要多糖。行啊，我给你磨好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我泡馍，我自己点菜。哦，行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哟，今妈真听话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今天好变脸人家吧。确实。嗯，今妈就变脸人。二年分别，二年继续保持真人啊。行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嗯，妈妈的事情，自己做。妈妈的事情，挑着做。啊，妈妈非常太火了。嗯，你不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？不给大家，那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不用，我就让妈妈讲。粉条就是紧张，中午白天炖粉条就是吃粉条的。嗯，默默你看见我的有菜吗？全成粉条了。我还要吃点菜，然后吃菜呀。嗯，好好吃又厉害多了。嗯，吃药了。